宠物医院帮你搭线，大家都叫好，听我说的唱唱，一起聊着很好。那我怎么让你不到今天都没有办法把两个僵尸唱得快跌倒？因为这个歌是饶舌的自尊，就谁会去在乎谁是路西派呢？不要等路灯熄灭了，是才知道。啊，那个路灯的可贵，你被是被熄灭啊！有两个亲不带这样。欢迎出版综艺大热门排名榜。哎，来了，抓到了！你这个不及格，怎么 hit 到我？那 hit 到要往，哎呀，往上，这件衣服卡住，这样有点举不起。我也怕被人家看到一毛嘞。这个，恭喜我们洛丽塔。哎，加入我们主持行列！太棒，他错名哎，没有问题。这一次啊，就是在一次的一个千人海选错误的选择里，美丽的错误，美丽的错误，对对对。但他声音的特质哦，真的很棒的，对不对？观众朋友听到 gay gay 就是破 gay 声了，不要这样，对对对。但是很有气质。就刚刚突然间哈，看到他走进了，哎呦，有一种太哈，风姿卓越，卓越哈，这个还不错。不过就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哈。旁边怎么坐了四个观众？不是，他今天的很厉害的歌手，他是歌手，他们是歌手，他们是画面歌手，对啊。这四位感觉起来比较陌生，豆豆我比较熟一点。豆豆其实很久了，他跟我们是一起大学生的，而且他以前就发过单曲了啊。对对对。可是这次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，以前是第一次是个人自己个人的那个单曲。豆豆算是大学生的美里面最漂亮的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他就是没有。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漂亮的恩爱飞啊什么的。我们是瞎的吗？特别点出来吗？差不多。我要清理它。来喽来喽，哎，洛丽塔露出本性了。没有。来来来，欢迎第一位夏木来夏木面。对呀，今天在节目里面呐，有机会一次就让自己走红，对不对？好，要不然永远在那扑龙宫、龙溜人，对不对？很辛苦呢。风格介绍自己。OK， 大家好，我叫做夏木 Mellow Moon， 夏木的夏，夏木的木。哦，是哦，夏木的夏，夏木的木。对，然后我最近发行了一个洗手歌，因为最近的疫情很严重，对，想要教大家如何正确的洗手。哎，然后这个是我的单曲，想要送给你们。单曲的封面啊。CD 还没有前进吗？叫洗手舞是不是？对，有写洗手舞。OK， 而且你的好朋友是柏流的总统。为什么可以？好朋友是柏流的总统。那个时候 Uncle Johnson 他来，你叫他 Uncle， 对，好亲密的。他来台北，然后刚好在一个聚餐，然后我被请去当他翻译，就刚刚好认识了。然后对，哎，柏流因为讲英文也就可以了。对，讲英文就可以。我吓一跳，我没有那个柏流。啊 ，That's good. So you English pretty good. I think so. 生日的时候又邀请你到巴老去啊？对，其实13岁生日的时候，他有邀请我到柏流，那是真的变好朋友才会这样。那他爸爸是谁？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说他爸爸？有，我刚刚有听到是一个厉害的大师啊。嗯，他是涂大师会员，那个哦，涂会员老师啦，这我们国内很多曲目都是他编的，是是是，好像那《听海》啊什么都是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夏木，你看呢，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世，对不对？家世也很不错，然后爸爸又是音乐大师，对啊，然后这个应该有很大的机会，为什么？这现在这个才第一张啊！因为我其实喜欢音乐是大概2年前开始，才2年才开始，然后现在就有单曲，那很厉害，对，所以一直都很喜欢，然后而且想要做，而且我记得网络上说他那个洗手歌，他最近那首歌是他36个小时内自己写完、录完还拍 MV 哦，一个人完成一条龙全搞这样，我会觉得你洗手歌就不够强力。力道不够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拍一个洗澡歌，哎呦，那口诀更多啊！对，所以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找到合作对象，帮你加分，对，好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合作对象，你觉得他真的能加分吗？对啊，能，真的吗？我从小看到他在电视，今天看到他本人，我这吓一跳。从小到大，我刚在后面，从小到大，从小到大就献歌了吗？不，还有谁？我有 feel 到，稍微 feel 到这个人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在。玩命，太可怕了，到底是谁？好想知道。不管如何，好不好？好好表演一下这一首歌，叫做《本草纲目》。
汤姆有记载啊，你是看他最会做菜。如果花特在世，同样都被抑制，外放了血汗资金，把我没注意识。马前子绝命的长儿子还有链子，黄腰子苦豆子长链子，我要面子，用我的方式改写一部历史。没什么别的事，跟着我念几个字，想要当鬼哭泣狗，想要当鬼哭泣狗，看我这一本重要不下一个腰啊，我要轻腰子。哎呦哎呦，呼之欲出了，谁来帮帮唱呢？耶、耶耶，快跌倒！哎呀，小朋友，可以，因为这个歌是饶舌的自尊以及圣杯，是啊，就是能够完美的诠释这一首呢，这个人在饶舌界已经算是登峰造次了，因为他的词密到吼。没有喘气的空间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一出来哦，根本就是鸠占鹊巢，柠檬茶。对呀、啊。不是啦，你太亮眼了，对，特色太强。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帮夏木来推动一下。有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非常欣赏他爸爸，好，算是看他爸爸从小到大这样。你也从小到大，我们那个年代刚出社会进唱片公司，然后收到很多专辑，每张。专辑都是他爸爸编曲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在但是反而人就这样哦，在爸爸的一个树荫底下，你反而看不到亮光，嗯，对不对？就谁会去在乎谁是露西派呢？对啦，对不对？对啦，爸爸太亮，但是二代也要记得一个事情哦，不要等路灯熄灭了是才知道。好，那个路灯的可贵哦，白天的时候路灯就会关掉。Hello， 我在讲路西派，然后你就说路灯啊，路灯熄灭才路灯的可贵，啊，你被熄灭啊！因为我们天天看路灯哦，都觉得说，哎，事情应该，有一天路灯熄灭，哇，那叫欧啦，才知道自己两个亲不带这样。危险哥。有一点有没有？说要帮人家有没有？从表演出来到现在，人一句话都没讲。你有帮到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眼睛开刀，健哥知道，对，看人不清楚。是，我一直以为他是焦凡凡呐。哦，差太多了吧？看人不清楚了，看字很模糊了。对。但小时候都看爸爸在编曲，每天几乎都是早出晚归的啊。对，以录音室为家。嗯，有时候我也会睡在录音室的沙发上，然后很脏，长针眼。对啊，因为沙发上很多尘螨。爸爸后来因为太累了，然后家里也弄了一个录音室，可以不用出去外面编曲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现在知道。对啊，你爸爸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所以这个好好传授一下，好吧？怎么样能走红？要不然不行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是觉得给夏木一个真心的建议啦，因为饶舌一般都比较属于男性，然后男性比较可以发挥的。那女生在做饶舌容易经常怎么样别扭，就是啊啦啦
搞不出来，所以你就是要给他出来的，有我的味道，弄好你啦，出来，修炼就对了。一般很少访问的时候有两只僵尸，他们也都，他们也都，而且他们有在听我们讲什么，他们也会笑哦，对，有在听，他们笑点很低的，啊，那好好加油，今天有这一段表演啊，观众朋友留下更深刻的一个印象，人生就这样，每一次它就是一个脚步。一直上去，那慢慢你会留下你的一个里程碑在那边。是我第一次上节目，第一次上节目，真的假的？很松哎，很好啊，好好加油一下，好吧？再次谢谢前辈的一个教导，好吧？大家记住他的名字，他叫夏木，好吧？谢谢他们。